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呢、这个瞬间看读赢嘅环节啦。咁喺呢个环节入边咧，都系同大家介绍曾经赢过嘅马匹啦。有时冷门咧就系咁样走入嚟噶啦，赢过嘅排除过其他马嘅万难噶嘛。有时赚赢细嘅，不过咧通常赢过嗰啲太多啊太少咧，都好容易爆冷噶。未讲之前记住啦，未订阅呢个频道朋友，右下角呢个位有粒四星龙珠，记得揿落去，开埋实心钟仔，有呢啲节目五间马经、马迷早晨啊等等，先可以提醒俾大家嘅。好啦，记得下载坚仔赛马 app 啦。咁亦都可以 mark 翻低，好似加洛龙区咁赢过一次同程嘅，俾个红心佢先，喺个心心度揿得噶啦。龙泽飞区咧赢过其他路程喎，咁睇下今次咧千八缩落1650得唔得啦？俾个黄心 mark 翻住佢啦。九岁嘅聪明导弹呢个路程赢过三次啊，冷门唔信啲又赢噶啦吓。领头先区咧暂时处女马嚟嘅啫，同坚有利都一样噶啦。黄金风速咧上次五班赢三个马位，升班睇下得唔得？不过叫做咧熟咗情，有機會啊，俾個黃心佢啦。咁啊，另外領頭先驅亦都係啦，咁啊同天時名驅唔一樣啦。天時名驅咧係其實贏過同程嘅，雖然五班啊都俾個即係紅心佢啦。贏科超英老馬咧六 win 呢個路程其實非常準噶，十歲咧會唔會串條奇英 Q 噶啦嚇？咁啊，另外仲有勝利同盟都暫時係處女馬啦。星雲浩騰咧贏過呢個路程一次嘅啫，咁啊冇贏科超英嗰啲老馬咁多噶啦。嗱，同場咧有五匹贏過同程，有兩匹咧係贏過嘅其他路程馬咧，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嚇。咁加埋咧有成七隻馬咁多咧，其實贏過嘅嚇好多時都可以串單 T 或者三重彩翻嚟噶啦。咁啊或者位置 QQ 咧都唔即係都會容易係走呢啲馬入嚟嘅。咁大家不妨喺揀馬嘅時候咧，就將曾經入過三甲或者贏過嘅馬咧，擺翻喺你買嘅彩池入邊，譬如嚇唔一定要獨贏嘅，有時連贏啊、位置 Q 啊等等，甚至四連環，你想拖下冷腳咧，喂，有啲真係冷嘅喎嚇，啲黃金風速嗰啲冇人信噶，縮翻落嚟1650，咁人哋真係贏過，仲要 easy win 嘅，再贏咩出奇啫嚇，咁所以呢啲咧，大家都要留意翻啦。好啦，咁啊今次咧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補翻尋晚嗰集嘅啫，咁一陣咧仲有嗰啲1Q 博士啊、勁飛一碌咧，好似好耐都冇同大家做嘅喎嚇，咁啊一陣咧再錄埋俾大家睇，咁啊記得訂閱呢個頻道啦，開埋個實心鐘仔。記得訂閱埋我 IG， 我哋一陣再見，拜拜。